要等你回来，我要等你回来，还不回来，春光不再。地方會不會玩貴了一少少啊？高兒啊，其實你就有所不知啦。其實這裡呢一度咧，都唔係咁猛嘅啫，而且每個魚腩背後咧都有一個悲慘嘅故事。不如我哋一路行一路講啦。先生，乜魚腩盛會唔係淨係祭祀啲孤魂野鬼啫咩？有咩故事啊？咁啱咧，西環呢個盛會咧，我朋友阿鄭生喺度喎，咁佢咧亦都係呢度嘅負責人，揾佢講就最啱啦，因為佢會講翻呢個西華魚腩嘅一個起源係點樣嘅。鄭生你好，大家好。西華咧呢個魚腩裡面咧嗰個起源係點樣嘅？當時咧就新開棚咧個等船咧就車啲炮仗嚟，嚟到咧就喺上車嗰時間就爆炸，當時咧就死傷好多人，咁咧我哋嗰啲起落貨嗰啲苦力咧就出嚟搞一個魚腩盛會。鄭生啊，其實你年紀都大啦，咁我想問係有啲咩去支撐你即係、就是、一年又一年咁去舉辦呢個魚腩盛會嘅咧？目前咧叫人做。個個都唔肯做，所以年年都係我做到咗42年啦，我都唔會放棄嘅。有一日我都支持一日嘅，日日都咁諗啊，真係成日都咁諗。哦，師 Sir， 我明啦，原來每個魚腩盛會舉行嘅背後都有原因㗎。啊，冇錯啦。咁好似我上一次咧做過另一個魚腩會嘅負責人嘅一啲訪問嘅，不如我哋聽下佢所講嘅原因啦。年年咧托貨咧有啲嘅，即係嗰啲船咧，嗰條橋板咧就跌死咗好多啲孤呢，所以佢哋咧就揾啲嘢去拜嗰啲死嘅，咁啊老啲有錢佬咪出錢咯，初就好細型嘅啫，越搞就越大。我哋向市政話，你不如搬上去盛咗至五世公園啦，嗰度大啲，啲老人家又唔使驚車，咁啊我就搬咗上嚟咯。仲有1962年温代集港在沙田木屋區的人傷亡慘重，第二年就搞了一個大型的魚腩盛會啦。咁師 Sir 啊，魚腩盛會除了令到街坊安心啲之外，仲有咩作用㗎？咁其實咧都有嘅，咁好似呢一個西環的魚腩盛會咁啦。他哋得到西環小販、米鋪、酒莊呢啲商户支持，連附近嘅批發市場都有捐錢支持，成功凝聚咗社區。加上盛會後會派米、毛巾、底衫、日用品咁，又幫到一班生活差啲嘅街坊。哦，咁我明啦，原來魚腩盛會除咗超度無民之外，仲會凝聚社區同幫助弱勢添嘅。師 Sir， 我哋對魚腩盛會嘅了解又加深咗啦，不如我哋去影啲相，跟住整份報告喺巴上面匯報啊！好啊，咁我哋出發啦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魚腩節嘅嘢，可以喺8月16日到18日維多利亞公園參觀魚腩文化節之盤會盛影展覽嘅。大家都知道上市的公司都越来越多是中资，我 serve 的 大部分都是大陆人，老实说，但是经济和人权是不应该扯上关系，你没理由为了钱为五斗米而折腰。我是金融人，我是香港人。